因为它这个机器是新的，我还你还不知道怎么用是吧？还不知道怎么用啊？这看得见吗？人生第一次逛庙会，让我来看看这个不错。庙会有些啥？啥不错？我这个这都没人了，就照向前面看了啊。好看吗？好看吗？是不是这龙感觉好像我？哎呀，这是拍不见，我看一下哈。就眼睛好大，这龙有点像我小时候。我感觉我只看到了人，没看到别的。哦，有吃的，感到好像我吃不了。啊，你走咱们小道是不是？现在的老北京爆肚，来。哇，全是人，看我都没有看清楚这啥年货。哦，卖那些可爱的帽子，那个醒狮帽，都是一些这种东西。年货多少钱一串？三十块一串。嗯，有点贵耶。对呀，现在十块了，因为最后一天。因为最后一天，他年货卖不出去是吗？五卡，二十一个，三十两串啊！来来来。Let's go 来，老板不在，我要赶紧甩卖啊！羊肉串十。哎呀！哟、哦！好运发发，好运连连，幸运接龙啊！这陀螺我倒是见过。哇，就这一片是吧？可以啊，玩一下。有钱。那个可爱的。九个币五个圈好像不划算。哎，要这一个吗？回来。或者我们换一个玩。你换一个玩吧。很难的，他就是扔到那个圈里。啊、哦！嗨，是不是很难？这是一个概率事件。对。算了，还不如吃东西去吧。那六十块感觉买几个，可以买六个串了。走了，感受了一个多小时。谢谢。哇，第一次吃呀、啊！怎么样？好吃？还可以。真的好吃。嗯。你挑战一下羊肉吗？我不要吃羊肉。嗯，好吃。嗯，稻香村，第一次来买稻香村，好多啊！牛舌饼还有啊，糖火烧，你可以吃。糖火烧牛舌饼可以买散装吗？要一个牛舌饼，要俩，你吃吧。我不吃，我要俩。然后糖火烧，糖火烧一个，那一个没有。要那个花呀什么那个啊？对，一个我尝一下枣花。哦、啊，好啊，要一个吧，我尝一下那个山楂酥饼。真是没吃得完，我觉得你吃不完。盲盒一下。
山楂，山楂的。哦，山楂饼。是可能你最不感兴趣的一款。你说对了，因为是酸的，估计应该不会那么酸吧？我不喜欢吃酸的。还好还好，不酸，甜的。我没有吃过这种东西，就怎么形容？它又不是那种很酥很酥，但它又是属于酥皮类，对，有点像古人月饼的口感，是不是？因为那个馅儿有点像古人月饼，对对对，它那种糖泥，对，它有白糖，还有一些那个牛舌饼，推荐的牛舌饼。它是咸的。对啊，它是甜咸的。甜吗？不甜、啊。有一点。好奇怪的味道。就椒盐儿那种感觉。吃出椒盐的味道了吗？好神奇的味道，不难吃。嗯，但我感觉它是热的会更好吃，我感觉。No， 这个都吃凉的。反正我没吃过热的。我想说拿回家微波炉叮一下。那就不酥了。对啊，咸那种感觉像在咬一种肉。没有啊。本来我感觉我在吃肉。好吃。